你也是齐国的王姬，那你有没有见到我的兄长？我们说好了要一辈子相伴，可是我找不到他了。你既然来了，就留下陪着我吧。我太寂寞了，太寂寞。
我们将死去，一切冤孽归于尘土，涌向禁锢着的女子怨魂，都得到了解脱。